我国土猎犬与国外商人带过来的猎犬混血搭配之后，没想到诞生一款顶级猎犬，也被称为野兔杀手。江苏太仓数百年前人烟相对稀少，当时有很多国外商人来华做生意，同时带过来一种名猎犬捷克罗素梗。这种猎犬与我国的土猎犬混血搭配之后，诞生了一款战斗力非常彪悍的小型猎犬。由于原产地叫太仓，所以叫做太仓犬。该犬种体型不大，体重不超过40斤，身手敏捷，动作迅猛，捕猎意识极强。都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太仓犬抓起老鼠的本事甚至比猫更强悍。虽然它非常优秀，但是不受重视，目前数量已经非常稀少。由于价格非常低廉，也没有专业的犬舍去繁殖太仓犬。喜欢玩小型猎犬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种狗。